和火辣秘书欧拉交往中，时常在社群放闪两人首度公开凤梨搭讪女方的对话内容。凤梨在社群贴文中写道，她今天突然问我说要带她去哪走走，我一脸茫然，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要出去走走。她说10月23日是我用 IG 搭讪她的那一天。凤梨笑说，我真不敢相信我会做那么夸张的事，并晒出两人当年的对话内容。只见凤梨用笑到哭的表情符号展开对话开头，随后称自己是单身狗。两人大谈彼此有没有相亲过，凤梨透露自己没有，也没有很多女生追她，更称自己有的话我早就脱单了。对话内容曝光后，让许多网友们都笑翻，连凤梨本人都在留言区无奈地说，当时的我到底在攻杀小，有够离谱，我怎么会放任自己这样口无遮拦。you